抵达马赛。超热的，然后要去地中海文明博物馆那边。现在在地中海文明博物馆里面的走廊，看得到外面的海。尼斯的海边，看到海怎么样？心情辽阔。现在呢，要上去看天使湾。Thank you.
南法的第七天了，马去了，明天就要回家。然后现在坐在海边，就是他会摆一排的蓝色的椅子，然后你面对的就是海，很棒。然后今天有风，所以不会太热，虽然还是大太阳。喜欢一种哲学的领悟。什么东东啦？看到鸽子，哦，就一直在喂食鸽子。嗯嗯，用饼干丢鸽子。就你这么恶劣啦！我们到了安提布，这里抵达安提布。小小的，可是很靠近海边。各种名车跟跑车，真的有让我大开眼界，真的真的，可是我这辈子都不会靠这些跑车。酷，要老多钱？超可爱的，还有这种复古车。艾日上面的仙人掌园。
的最后一个晚餐。如何？好热，超级热。好吃吗？不错，不错。